们那个本身没有来，我们家长代表哈。本来主题是国立清华大学光电工程所，大家瞧我，国立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研究所。小华有来吗？啊，恭喜！专家玉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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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来，来啊！恭喜恭喜！啊，来了，来，专家玉芬，玉芬啊，专家玉芬，好，然后哎，玉芬有来了，啊。专家一分，哎，一分啊，幸好你来一分，一分幸好你来，你不是爸爸来带你，应该站起来，请站起来，不然我奖学金奖给你来，请站起来啊，站起来啊，啊，恭喜恭喜啊，大家看到你，哎，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，我们由爸爸来带你啊，开始。帮你解初恋，好，解初恋，很光荣的时刻，不要客气啊！帮你是国立中央大学研究所，啊，恭喜你啊，恭喜你啊！范佩云是河大，金知名英国格拉哥大学研究所，这个佩云在英国就读，恭喜他。可能家长有来吗？家长有到吗？家长有来吗？家长，我这边的资料没有家长。范江勋，苗栗的范江勋，好，他可能还在路上啊，啊，我们就不等他了啊，范家强，哎，刚才有来吗？范家强，好，是你，本人到了吗？范家强，是你吗？好，好，往前面来啊，好，恭喜恭喜啊，好，我们来请请秘书长来颁发奖状跟奖学金。我们恭喜这几位优秀的子弟。范家强是德明财经科大研究所，补充报告一下啊，我们台湾大学的奖学金是5000块钱啊，5000块钱，其他的我们3000块钱啊。好，我们来拍照，好，很开心啊，面对镜头，恭喜恭喜，好，很开心啊。恭喜我们，恭喜。